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毛毛，哎，我妈一个人在家呢，她肯定就不做饭了，你给她送点吃的过去吧，啊。嗯，妈，这么丰盛啊！你这两天烟酒未沾，妈给你加个红烧肉。谢谢妈。你干嘛呢？万一一个人在家，李猫怕她不做饭，让我给送点吃的过去。万山红干嘛一个人在家呀？闹家庭矛盾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闹矛盾，好着呢。就是李掌柜做了个小手术，李猫他们都在医院。哟，做什么手术了？那视频你不也看了吗？李掌柜被踢断两根肋骨。是是是，这事儿闹的，这是是。那我也得找时间去看看李叔吧。我也得去看看。你去什么去呀？我跟德路去就行，就代表你了。你们俩怎么可能代表我呢？我是九号楼的正楼长，你别看他管文化天天嘚嘚瑟瑟的，他是负的，我才是正的。我得代表九号楼去看看我的楼名。哦，对了，万山红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啊？这里面有事儿吧？赶紧吃你的吧，我给万一送过去。送了也白送。万山红他吃我的心有，吃我饭的心绝不可能有。万姨，我是毛毛。进来吧。哎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李旺跟我说您一个人在家，怕您不吃饭，就让我给您从外面带了点，好吧？您就将就吃啊。行。笑什么笑？明明我做的饭，干嘛说是饭店打包的？你跟我说你炒的菜，万一根本不会吃，我就变通一下了。丧失了一个测量我们关系的机会。我看啊，你俩就谁也别惦记谁。我惦记他干嘛呀？我有的是朋友、伙计、闺蜜，他没得玩啊！这么一退，怕他憋出病来。只要你别气他，就不会出什么毛病。他还气我了呢，他说我和玲姐是狼狈狗为奸。狗是谁啊？你们